好多姐妹都好奇辟谷结束复食应该怎么去吃，怎么走流程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，不管你是选择7天、14天、21天的辟谷，辟谷结束后你要走一个科学的、合理的复食流程，把我们改变下来的体重稳定住，再循序渐进的回归到正常饮食。辟谷刚结束不能一下子上来就吃，这样第一呢，身体会受不了，第二体重也会有很大的波动，有可能会出现水肿的情况。三分辟谷，七分复食。复食很重要，复食一共是6个食谱。第一个食谱是以流食为主，前4天是不吃盐不吃晚饭的。第二个食谱中午就可以吃到炒菜米饭，这个时候要清淡一点。第三个食谱就可以吃到鱼肉虾鸡肉了。第四个食谱就可以加到牛羊肉猪肉。第五六个食谱几乎回归到正常饮食了，什么都能吃，注意点量，注意点油盐别咸了。复食非常简单，就是回归到正常饮食的一个过程。